11月7日下午，辽宁省沈阳市受罕见极端天气影响，部分道路结冰，多个路段发生多起多车连撞事故。严重处60辆汽车相撞。家人们，你们见过60个车连撞吗？来，给你们看看啊，60个车连撞。我是一动没动啊，净挨撞啊。就咱这几个最严重。